干什么呀？水和哑巴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会写字吗？来，你给我写写，写吧。 你看清了吗？在哪儿？你能带我去吗？ 发现的，今天早上发现的。嗯，那是昨天晚上。那个村昨天晚上，我回去，不是我回去，不是咋了？反正早上看见一个尸体。嗯，来，大家让一下，这火道沟很危险，好吧？让一下，不要来回走动啊。喂，局长吗？对对对，我是张超，啊，我现在在火车东站。 北边300米处，对，一个铁道上发现一具女尸，像是被火车拦腰碾断的。我正在现场，行，你带技术人员过来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喂，铁路公安局吗？对对对，我市局刑警队张超，对。 对，你拿笔记一下啊。另外不太清楚，这样吧，你们一个小时之内先不要通车。对对对对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来，让一下，来。昨天晚上是你值班吧？是。这人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不。 昨天晚上才认识，没想到，可真死了。来，吃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肖富贵。来，抽烟。不，你昨天晚上是怎么认识的？昨天晚上天刚黑，就是6点钟，我接班。 有啥事儿没有？啥事儿啊？屁事儿！好好的，别拉上了。赶快走吧，你媳妇儿在外边等着你呢。热回窝，热回窝睡久了也凉啊。咋？你小子想吃外草了不是？外草？哎，我听说高速公路旁边有家试一试饭店，里面净是湖南妹子。 才50块钱，你可小心点儿，现在啥病没有？走走啊，慢点啊。
哎，下来下来，火车过来了啊！哎，站住！火车过来了！站住！快点，快点！ 干什么？不想活了不是？还能活下去吗？胡说，有啥活不下去的？活不下去。闺女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有啥事儿想开点。好多事儿啊，你这会儿想不开，就睡一觉，一觉醒来也就想开了，可千万不能走绝路呀。我已经想绝了。胡说。 闺女，可不能乱想。你叫啥？住在哪里？要不我送你回家。闺女，要不你到屋里去坐坐，有啥事儿给我说说。谢谢你，大伯。我要走了。哎，闺女，你可不能再走绝路了呀。我不想了。 我真的想活，活着比死好。好，闺女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了，谢谢你，好人。闺女，保重啊！ 从高部位反映的情况来看，这个女的自杀的可能性很大。 现场勘查的情况如何？从现场来看，死者的年龄在25到30岁左右，属北方人体态，身高1米69，死者被火车拦腰压断，内脏器官均已受损。胃部解剖显示，死者大概于今天早上的5点40分左右，因胃部食物只剩下了残精，在死者体内发现有2个人的精液，也就是说。 死者在死之前24小时内与2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。看起来，这起砍死自杀案子的背后，肯定有什么隐情。死者的身份呢？还没有查询。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身份的材料。我们不能把这个案子当成简单的自杀案。我决定成立专案组，我任组长，张超。 具体案子由你来负责，并且马上投入工作。好，我们主要的任务是，一方面在电台、报纸和各派出所散发照片，尽快查清死者的身份；另一方面呢，继续到现场附近走访调查，争取能得到更多的线索。 是公安局的吗？对，你是这儿的值班员吧？对，是我，我知道你们要来找我，我正有件事想告诉你。屋里说话。好，请。一般值班到几点？晚上6点。哦。然后高峰会接班，我就回去。来，请坐，坐。好。你坐。嗯。你刚才说有件事想告诉我们。 是，我想了一天，觉着事儿不说不合适。昨天交班回家，把钥匙忘在值班室了。大家以后老婆也不在家，没办法，只好回值班室取钥匙。
那个女的面孔你看准了吗？没看准。穿什么衣服？一身白，好像是运动服吧。那个男的你能认准是高富贵？这个能认准，老高我不会认错。你看到他俩的时候大概是几点？大概9点多吧，我回家一个来回得2小时。嗯，中间又吃了碗面，是9点多，没错。高富贵以前有过这种情况没有？老高这人挺老实的，也没什么情人，不过最近铁道边上干这种事儿的女人多得很，转来转去的，也保不齐老高想犯规一下。昨天晚上和高富贵在一块儿的女的，你觉得也是干这行的？这个有可能。老高这人挺老实，哪个女人会喜欢他？除了那些干小姐的，为了钱才会。昨天所死在铁路上那个女的和屋里这个人是不是一个？是有这可能，但是也说不准，反正都穿一身白嘛。嗯。他为什么会死到铁路上呢？这就不敢说了。不过现在你看这报纸上登的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什么事儿不会发生啊？还有别的吗？没有了。王强，记完了吗？看我了。来，赶紧看一下。你看看，写的、记录的都对不对？是的。对，这样啊，你写一下那个以上所说情况属实，行吗？签个你的名字，要我签吗？有这必要吗？这是程序。来，按个手印。说吧，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。不是我杀的，真的不是我杀的，他是自杀，是自杀的。你怎么知道是自杀的？他是个小姐，他是坐骑的。你根据什么说他是坐骑的？我给他钱了，真的，我是给他钱了。接着说。昨天晚上在铁道边，我救了他以后，他闺女想开点，走。这儿冷，回屋里去，有啥话给我说说。走吧，闺女。来，闺女，屋里坐。
闺女，坐坐坐，想开点儿啊。闺女，喝点水。你说，活着是不是真的很好？活着当然好，谁不愿意活着？我真想好好活着。闺女，闺女，你不活着吗？想透了，还是活着好。可我活不了了。闺女，是有人逼你？现在没有了。那你为啥不好好活着？我也想好好活着。有啥事说吧，看我能不能帮你。怎么了，闺女？哎，怎么了，姑娘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咋回事？怎么了？咋回事啊你？闺女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怎么了，闺女？哎，闺女！奇怪了，见鬼了！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去睡了。那你怎么说她是个小姐，而且又给她钱呢？进来。张队长，欢迎您。老婆鬼。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在死者的阴道内有你的精子，这说明在死者生前和你发生过性关系。我们不能排除你奸杀的可能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杀他。高富贵，你还是老实交代吧。那我说了，你们替我保保密，我老婆孩子知道了他们会受不了的。说吧，这个我们可以考虑。那天晚上，那个女人突然像有病一样，我赶忙去扶她。哎，闺女，你怎么了？救救我！你快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你给我点钱，给我点钱！你怎么了呀？怎么了啊？你给我点钱，救救我！给我点钱，我不会白要你钱的。我可以把我身子给你，你给我钱。别别别别别，你别这样。要我吧，我很便宜，只要你给我50块钱都行。我给你，我现在就给你。当时他脱了衣裳抱着我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。我控制不住自己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儿。等我清醒以后，那女人早跑了。我兜里200块钱他也拿走了，所以我想那女人肯定是个妓女。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她会死在铁路上。高富贵，你现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说的全是真话，我没有必要再说假话了。高富贵，我们今天给你个机会，我希望你能认真想一想，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是新的发现，及时的告诉我们。不过今天你是回不去了。王强，带他到留置室去。我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吗？我编个瞎话给老婆打一下。局长，如果高富贵说的是真的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这个女的是个吸毒卖淫的，因为她显得特别的痛苦，极力想摆脱那种吸毒的影子，所以呢想到了自杀。在和高富贵谈话时，她的毒瘾发作，
所以他便像往常一样卖身于高富贵。他拿到钱后便去买毒品，但他没有走过铁路便倒在地上，这时火车拦腰压过。那么在火车道附近发现没发现高富贵给他的钱呢？没有。如果他去买毒品，他手里必定拿着钱，而且会挪得很紧。这幅照片是他事后的面孔，这幅面孔绝对没有毒瘾发作时的那种痛苦，他很安详，像是在享受一种快乐，似乎在进入天堂。那会不会是他吸完毒以后才到火车道去自杀的？当然这种可能也不能排除。看来仍然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高富贵奸杀，第二是他吸毒后自杀。也许还有第三种或者第四种可能，但在案件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什么样的可能都是准许的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能把死者的身份查清楚。其实没有那么急，没有合适的晚一点再搬吗？你能忍我可忍不了了，和老马家住在一起像住在一个乞丐窝里，我一天也不能忍了。还是早点找个房子搬出去，哪怕小一点也能清静两天。哎，店里刚刚有出版广告。离这家蛮合适的。不行不行，南郊。南郊是什么地方啊？太远了。走吧走吧。哪里有那么合适的天等着你啊。嗯，走吧。快走，你又不急了。哎，你看这个人像谁？像谁？像我们厂马会，你见过他的。我带他去咱家吃过饭，去年春节的时候。还真有点像。走吧，像的人太多了。马会一个星期没去厂里上班了，是不是真的出事儿了？没那么巧。不行，我得再看看。哎，绝对是他。可以见得。你看这鼻子，鼻梁有点歪，就是马会。干什么？去公安局打电话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讲不讲理啊？同志，我有重要事情公安局汇报，耽误大事，你要负责任的。喂，公安局吗？我认识你们要找的那个人，对，他叫马慧，马克思的马，智慧的慧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？去公安局去。怎么去？打的去啊。打的谁给报销？顺便立了大功，还能奖我们几万块钱呢。再辨认一下，是马慧吗？对，是他，就是马慧。你把你知道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一下好吗？嗯，她长得挺漂亮的，男人们见了都喜欢多看两眼。王强，记一下。还有呢？他父母都在乡下工作，他一个人在城里，是个中专毕业生，分配到我们厂搞纪检工作。他父母现在还在农村吗？对，但我从来没见过他们，好像也没来过城里。他家住什么地方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不过你可以到厂里去问问，厂里肯定有他的档案。我跟他关系一般。哦，你们厂叫什么名字？博达化工燃料厂。博达化工燃料厂。不错不错，就是安城马会。刘准啊，你把马会在你们厂的情况给我谈谈好吧？那当然可以。哎，不过这照片看着咱有点怪啊。怎么怪啊？这眼睛大而无神，他平时不是这样。他死了。他死了？死了。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他平时为人可好啊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是他杀的自杀？他杀或者自杀，现在还不能下结论。哎呀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刘主任，啊，咱们还是谈谈他在厂里的详细情况吧，啊，包括你知道的一切情况。那好啊。
他是三年前从省工程学校毕业分到我们厂的，当时他才21、22岁，咦，长得跟那花儿一样。当时我们厂里很多年轻人都迷上了他，我们厂书记的一个儿子也差点为他自杀呀。可是他目光太高，一个也没看上。哎，听说他后来谈了一个做生意的，后来还带到我们厂里来过，长相倒一般，个头有1米8那么高。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上次只见过他一面，后来都不知道了。哎，听说马奎搬到他朋友那儿去住了，可是也没在厂里开结婚证明信，反正是没经过这手开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不经过你的手也能开出结婚证明？嗨，前些年我们厂里的账簿管理很混乱，上次还有人偷偷用账簿盖上空白介绍信出去行骗，后来人家找到厂里，我们才知道。刘主任，咱们厂有人知道马辉在什么地方住吗？这个不大清楚。平时马辉给厂里来往很少，性格比较火，估计不会有人知道。到厂里找人问一下。今天是双休日，要问等明天吧。查一下档案，看他老家在什么地方住。那好，我给你查一下档案。听说他家在南郊县啥村儿？哦，在这儿。你看，南郊县车寨乡柳木村。他父亲叫什么名字？马双喜。马双喜儿。行，咱们走。啊，行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刘主任，啊，谢谢了啊。好，好，好。今天的事情先别和别人讲。行，好吧，再见啊。行。你了解点情况。来，马师傅，看一下照片。这人你认识吗？认识，这是我女儿马慧呀。她最近和你有联系吗？没有。她平时多长时间回一次家？平时都是2个礼拜回来一次，这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1个月了也没回来。马师傅，你女儿有仇人吗？仇人？她会有什么仇人呢？是这样。市里边发现一具女尸，可能跟你女儿有点相似。不过你别着急，现在啊还不能确认，想让你跟我们到市里去辨认一下。马大叔，大婶儿，大家都别哭了，来喝杯水。你们也看到了，马慧也不在了，光哭能有什么用呢？咱们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，马慧的死因比什么都强。局长，你说我女儿是怎么死的？目前还没法判定是自杀还是他杀。自杀？不可能，我女儿没理由自杀。大婶，你认为是谁杀了你女儿？李勇，是李勇杀了我妹妹。李勇是谁？是个王八蛋。马大婶，别着急，来。喝杯水，咱们慢慢说。李勇是马慧的丈夫，哎，说起来丢人呐。他们两个是没结婚的夫妻。你是说他俩没领结婚证？是啊，原来他们两个过得挺好的。最近一阵子，
开始闹矛盾了。他常打马慧，也不让他回家，不知道为啥。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。有一回马慧回家，胳膊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，我问他，他哭了，我才知道是李勇那小子打的。大人，这李勇在什么单位工作？在东方实业有限公司吧。他具体是干什么的？是个搞保卫的干部。我们光一个，我们厂办公室在哪？办公室给前面那个楼。哎，那不是我们曹主任吗？哦。有事给我们曹主任。曹主任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公安局的，想了解点情况。哦，那到办公室说吧。哎，不用了。在哪说？在哪说？你们厂有个叫李勇。李勇，我们厂有三个叫李勇的。嗯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李勇。搞保卫工作的。哦，搞保卫员。过去我们厂有一个搞保卫工作叫李勇的。嗯。后来他出事了，厂里就把他给开除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因为厂里刚买了两部电视机，放在办公室就没有了。哦。后来有人反映是他偷的，一查证了就是他偷的，他跑了，再也没回来，厂里就把他给开除了。以后有人又见过他没有？有的工人反映见过他，可厂长换了几任了，电视机越来越不值钱了，后来就没再追究这件事。这是什么时间的事儿？嗯，三年前了，当时我也不在这里，我也是后来到这儿听说的。嗯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了解了？没了，谢谢你啊，曹主任。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，再见。那慢走啊。留我。好好好，再见。老师傅，能记得清吗？记不清楚了。你看这儿是不是？不是，他那门才远。往前看看吧。来过两次。这儿？对，就是这儿，肯定是这儿。几楼啊？二楼。什么事儿？李勇在那住吗？哦，他住对面。他在家没有？好像没在家。不过前几天他们家呢还人来人往的，这几天一直没见人出来，也没见他媳妇儿。他们家的灯老是白天晚上开着，还有一股怪味儿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？有几天了？三四天了吧。好，就这样啊，谢谢啊。
等待，让我一次一次的面对。冷冷的寂寞，独自体会。点点滴滴的往事，从从容容的翻开。真心付出的日子，难追回。淡淡的泪水悄悄流。